Cho mình nhá. Thank you.
bây giờ.流氓盒子。随便摇。
随便讲。
应该是榛子，要不然呢，找不到那个榛子的口感。 这个人听得太绝了。
感觉中间都是榴莲肉，然后只有这边边只有点奶油。哇塞！Thank you.